因為我知道其實國際上有好多 icon 㗎，但係點解我要揾即係譬如亞洲嗰啲都有好多 icon， 但係點解香港梅艷芳小姐會係我一個靈感嘅來源？係因為我覺得香港無論音樂同埋設計都係一個有好嘅嘢嘅，有好嘅嘢出嚟嘅，所以我係好欣賞香港本土產自己去做出嚟嘅嘢咯。咁我哋今次無論造型啊、相方面都想即係有翻嗰種80年代嘅感覺咯，係啦。咁所有啲 hairpiece 啊，鏈咧都係我做嘅。因為每組咧喺最後尾嘅時候咧，都會有禮物嘅，咧俾最高個人得主。個Muse就係我中國嘅 icon 毛澤東。咁我哋將佢依樣嘢咧，其實我哋research過，因為毛澤東係60年代嘅人嚟。咁60年代我哋 research 過，咁同西方其實正正西方係進入呢個太空嘅年代 Space Age。咁所以佢哋啲衫或者 styling 上面都會有 mini skirt 啊，一啲好 geometric 嘅 form 啊，或者啲好 Space Age 嘅嘢。因為我揀嘅 design 唔係一定係即係著得出街，有時即係你可以即係著得出街，又係再下一個層次嘅。其實開頭最緊要係佢個意念咧，佢個概念係可以 deliver 去一個係去上台上面令到大家感動嘅嘢。